我上吧，我随便杀他，行不行？我上吧。那剑魔没带魔抗，我操！他剑魔怎么50点护甲呀？你没带药。哎，这剑魔是辅助啊，他是辅助，我是上单。推过去吧。我还跟他在这儿，我还不你还是我是他妈的想的不对吗？这这居然没打到，回家了。对面的赛恩上哪去了？帮他打一下子，希望可以让打野感受到爱，来帮我干他一波。我扎你一下，再见。不过是一个抱着渴望的狂热残影吧。我扎你一刀，补个车 ，W A 两下 ，Q 一下，扎两刀，平 A， 我都打死了。吸，外圈光。A 阶 W 一个拉，差不多该回家，无敌了。哎呦，三压。不得不说，这佛爷哥呀，长得像有点像那暗影国度那小兵，带那小盔甲。扎一刀 ，A 两刀 ，W A 一下 ，E 一下，扎一刀，等血怒没了，这波上去跟他打。扎一刀 ，A 两下 ，W A 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扎一刀 ，A 两刀，吸，外圈光。这边塔皮吧，
他应该有疾跑，如果我们这波不走啊，找厕所回城。先来个正午箭袋，出什么皮牌呢？杀口。嗯，旗袍没了啊、哦、上波交的。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说四百块没东西除啊，那咋整啊？你说扎一刀，我出长剑也没用，中扎两刀扣一下，扎两刀中，扎一刀安妮来了，一瞅这落手的走位啊，他就不对劲，知道吧？看着呢，你俩打得过我吗？我扎一刀 A 两下，平 A。打不了 A 两下，扎一刀 A 两刀，接大招接吸，我大过来一下，扎一刀中，扎两刀平 A 扣一下，太双倍了小丑啊，摆了个盒，卡了波兵线，不错啊，这盒可以啊。好像也不咋可以，一般般。这片黑暗，希望无存，无可救赎。还是四百块出门，能不能？再见，我不跟你打了，这轮。我能吸血，你能吗？跟我熬印，那不可能。抓一刀 A 两刀 W A 两下点燃平 A 一技能走，我抓一刀来，干啥呢？要直接劈死我呀！外圈光，傻逼啦！
海妖了，加一个布甲还无敌了。破败之王不可断缺，生生不息。我这文化沙漠，我都不知道说的什么玩意儿了。不出破败吗？第一件不出破败呀、啊？干啥呢？打两道扣一下。扎一刀，再扎一刀，再扎一刀。哎，我是扎着还没扎着，被动为啥没了？为啥看不见被动呢？好奇怪啊！直接先大走了 ，W 扎两刀，一下 Q 一下，扎两刀，接大招，平民一下，扎一刀，谁给我打死了？小丑是吧？小丑 E 的我，给我打了一个黑焰收割，触发大攻速。为什么不吸？我吸了也死了，我不吸可能死不了，我吸了就死了。不是安妮儿杀的我，是小丑杀的我，没有小丑我死不了。那小丑给的我减速补的伤害，虽然说最后是安妮杀的我。跑的倒挺快，你以为你跑的很快，其实宁是一个弟弟。差点即将脱落了，我要赶紧把它拆掉。法溜，我扎你的小鸡儿！安妮儿应该在他旁边，我估计。加了，我仍能听见他的哭喊。弗耶哥，救我！杰哥救我！杰哥，550。他俩在我上路干啥呢？要蹲我呀？这赛人，赛人传到上路来干啥去了？
他有点害怕，我还有点害怕呢，我怕他俩搁那里蹲我。你这赛恩到底想干嘛？这波没点盐可能会有点难，去趟总部。我们要五杀了，兄弟们！我直接一下 W 砸两下 Q 一下，砸两下接大招接吸一 W Q 一下，哎，别跑啊！不杀那赛恩好了，那赛恩像个傻子似的，他死了还锤我。赛恩太脆了，太脆了。他只能在这一弯，笑意中的雾。吸滑板鞋好像没什么用哎。三级下路这么多人啊，行啊，他们家呀，这不得来波团战了啊，这再不来波团战就有点治不住了。为什么一直追妖精？为什么不给我面子？不能 A 刀，哎呦好疼，早知道慢点上了给我秒了。那安妮儿虚区这么高吗？那安妮儿，我操，安妮儿22层美甲窃魂卷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这不坏了吗？落手连辅助都打不过，滑板鞋杀了15个，安妮22层24层美甲窃魂卷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呢？要先杀滑板鞋，再杀安妮。兜打过来，吸，减速，打过来 A 接扎接 A 两刀 W 六一下，扎一刀，这妖精是真是没什么用了。这波安妮儿没杀了，凭啥没杀了啊？
枪。波兰得卖。这样吧，既然我们家团战这么难打，我选择单带两波。所谓的幽灵不过是萧城的人倒没了呢。飞刀，拆塔还是有点慢啊，拆塔还是稍微有点慢。滑板鞋应该回来了，我估计。暗影岛只是开端。回中路啊，这安妮儿杀不了，找机会杀吧。回家出点魔抗。别打了。我会从死亡的系统中挣脱，无人可以为难。你看你们本身就打不过，还打打啥呀？有啥好打的呢？这野区。快点过来呀！我这波可能要一打五，但是能不能打得了五个，这不一定。先杀安妮儿，他有金身，还不能先杀安妮儿。A 扎 A 两招 W，A 两招点连，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下走了。你找我打，你这不找死呢吗？今天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你，知道吧？搁哪呢，小丑？我出来。那小丑哪去了？右边的是真的，打不了接杀，大过来 A 接杀接 A 两刀一下平 A， 打不了 A 两刀平 A 接杀走，打一刀 A 两刀平 A， 打不了 A 两下坑一下吸两下平 A 再 A 一下接吸。回上路，
们可以继续推一推。过来 ，A 接扎接 ，A 两下 W 两下，平 A 接扎接，吸，我先大走 ，W 扎两道 Q 一下，扎两道平 A 再 A 一下接吸，就剩安妮儿一个了吧？还有赛恩。打不了，扎两道扣一下，扎两道平 A， 你往哪跑呢？杀不完呢，怎么？你就慢慢让我扎来，外圈给我拉回来 ，W 接大招，一走 W 走，追我。真的，这人怎么杀不完呢？不杀了，走了，回家了，5800，回家消费，回家消费。来个蟹手吧，刚才赛恩在草丛里边，因为脑袋上出现感叹号了，他跑了。你们追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真追呀！七，打不溜走。完了，我死了。那安妮儿闪现过来抠我了。跟我一块走啊，现在是两个辅助之间的战斗，蟹手不好用，换收集者，伤害不够。
鞋可以换一个，鞋换个水银鞋吧，接点减速，你们一起走吧。我去下路，螳螂漂亮啊，这波这螳螂杀的安妮儿，我跟你们说非常的关键。为什么刚才 W 没中啊？因为什么没中？应该不是短了吧？啊，中小丑身上了！我操的，那小丑搁旁边呢？不是因为菜，是因为小丑在旁边。那小丑隐身中我 W 了，给沙口给挡了。对，沙口。小丑竟在我身边呢，我这不应该没中，刚才滑板鞋中了一套就秒了。不过滑板鞋确实伤害有点高啊，可是无尽伤害有点高，这波不一定能守得住。他直接就压根儿就是根本就不让我动。不过他大招没了，可以守。没法动的都。不行了，守不住了，拿硬伤害灌我，那没办法。